94%的企业在2019年平均年终有1.1个月，您的公司有没有年终会发几个月呢？38%的企业在2020年平均调薪幅度3%，您的公司会调薪多少？加薪不是天方夜谭，但要怎么谈，谈多少，最有胜算，最应该。完整讯息请下载104薪酬白皮书。